那不是署长吗？ 所以署长，你也很喜欢喝茶喽？我本来在垂冰柚啦，刚好路过，所以我进到茶园来，顺便来看一下茶叶今年的成长状况。所以署长，你也很喜欢喝茶喽？非常喜欢喝啊，每天早上的提神茶，或者是吃完饭之后的解腻茶，还有国人几乎每人都喝过的那个手摇饮。台湾人跟茶叶啊，每一天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几乎离不开茶叶。是，嗯，台湾茶叶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甚至有人说呢，台湾茶叶足以代表台湾的文化。完全正确，因为台湾啊，高温多湿，雨量均匀，所以一年到头啊，我们都非常适合茶叶的生产。那像现在我们在南投的茶园，南投的茶园这边可以生产出贡顶乌龙茶、日月潭红茶，还有三林溪的乌龙
台湾的种植茶叶总面积呢，占了大约12000公顷，然后南投呢，就占了超过一半的面积，没有错，是最大的生产。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到这边来好好了解一下，就是台湾的文化，也是台湾人的骄傲。是，好吧，那我们现在讲那么多，是不是也口渴了？我们一起到我好朋友家去喝茶，好不好？可以吗？好，欢迎。谢谢组长。Let's go。好 ，Let's go。好，走。真的非常好，香气十足，而且呢，喝了之后啊，这个回甘、喉韵非常的好。好，医生呢？香气在口中蔓延开来，然后那个回甘的味道，我觉得很舒服、很甜。做这一杯茶呢，真的不容易哦。首先，我们要选择非常好的天气，才能够采摘茶精。再来，我们要进入室内做萎凋，还要做炒青、揉捻。然后再回到工厂来做精致加工。听我说，喝这一杯茶有没有特别的香啊？太好了，特别香，而且特别感动，非常好，简直就是艺术品。组长，这是刚刚总经理请我们喝的茶。对，就是洞顶乌龙茶，没有错。哇，那我要买一个回去给我爸喝。哇，你实在很孝顺。哎，这有个 QR code， 这是什么？看一下。QR code 是可以追溯国产茶叶的一个标章。哦，上面会显示生产者跟生产地的资料。没有错。那政府推动这个政策，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茶叶的生产者，还有消费者的权利。没错，有了这个溯源 QR code， 我们的消费者啊，就不用担心他买到来路不明的茶。对，因为每一片茶叶，它是很多人的心血结晶，所以我们推这个政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国产茶不要混到进口的茶。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刚我在那边还有看到其他的标章，可以请署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对，那个是产销履历标章，那个标章比 QR code 还要再更高一级。那我们一起去看吧。好。好，以上这个就是产销履历的标章。产销履历的标章啊，它可以查询得到的资讯比 QR code 还要多。那我现在就示范一下。我们直接用手机扫描它的这个 QR code， 马上可以查到这个产品是由谁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生产，同时有公正第三者帮我们做验证。所以这些资讯呢，就足以让我们买到安全、安心、可以溯源，同时对于大地友善的这个茶叶。是，所以之后我们要购买茶叶相关的产品，我们都可以去扫到这个 QR code。没有错，没有错。那我们为了要保障生产者跟消费者的权利，所以我们从112年1月1日，我们会全面实施。你如果只要标示国产茶叶的话，你必须要有产销履历，或者是有机的标章，或者是 QR code 的标章，这三者之一，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标示国产茶叶。我们用这种方式来保障生产者跟消费者的权益。那想要再请教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申请这个追溯的检验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你只要直接到我们的溯源农粮产品追溯系统网站来做线上的登记，同时附上你的证明文件，寄到受理单位，然后我们就会按照你的这个资料来做审核。那如果审核通过之后，我们就会核发给你追溯的条码。
那以后你就可以把 QR code 标章在你的茶叶上，那这样的话就完全合法。大家这么用心，实在是太贴心，我们一定要更支持我们的茶叶。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台湾的茶叶。谢谢，谢谢。